BMW 车上面都设有三个不同的驾驶人档案，可以记录使用者日常驾驶的时候惯用的各项设定，例如胎环位置、记忆座椅设定、侧镜角度、空调温度、收音机和快捷键设定等等。如果有超过一位驾驶者经常用驾车，这个功能就可以为驾驶者带来方便。用其中一条遥控车时为座车解锁，在车上透过 iDrive 系统选择我的座车、驾驶人档案，选定你想使用的驾驶人档案，然后将各项设备调至你惯用的设定。这个驾驶人档案就会自动和你所使用的遥控车时连结。当你下一次用这个遥控车时为座车解锁的时候，系统就会自动根据车时所记录的驾驶人档案，将各项的设备调至你惯常的设定。